主料，色素三色，辅料，水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准备紫薯，洗净待用，锅中倒入适量水，放上蒸汽，紫薯放到蒸汽的中间，合上锅盖，中小火蒸25到30分钟，蒸好拿出来，是不是很诱人啊？烹饪技巧，等紫薯中心全部变成紫色并富含水分，就是除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